头皮不舒服啊，头皮不舒服，嗯，啊，我看到那个一个肺里在旋转了，啊，肺里旋转，外面，他绳子拉了很长很长啊，啊，拉出来很远，那个饮食啊，挂出去很远的，这个饮食挂出去很远，所以呢，他那个旋转的时候可以，也是啊，位置很低，也可以很远啊，所以那个直径呢，有时候看起来很远，有时直径就看起来比较小，但又比较低，实际上就是肺里在旋转的时候，绳子啊，可以放到很低的地方挂下去，也有可以旋转时候，把饮食啊甩到很远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，把这个甩出去，这个呢挂向很远的地方啊。在旋转，有时候呢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旋转，但是呢直径不大啊，实际原来是肺里带着饮食啊在旋转，然后产生的那个效果，肺里发的光，然后呢就光照到那个饮食上面，我们看起来是饮食发着光了变的啊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嗯。